麻烦开下门。高速路不能下车呀。前面有车祸，我是医生，得去看看。车祸？医生啊！出车祸了，谢谢。 要命了！喂，谁让你上来了？我是医生，前面车祸了，开车。 这应该是本世纪最新式、最不讲道理的搭讪方式吧？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，罚款200，扣6分。我愿意为我的错误而承担责任。救援车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 但凡耽误救援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？要不是你，我早就下高速了，根本就不会耽误救援。巧死了，在高速公路上面下车也是违法。这个事情警察说了算。我是医生，前来协助救援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，您处理一下，谢谢。好。 追光救援基地3公里的高速路段，发生了车祸，交警和救护人员正在赶往现场。你们基地离现场更近，请你们立刻前往现场协助救援。是，刘主任，我马上赶往现场协助救援。 没事了啊！哎，
赶紧上，怎么样？看看木头，女的情况没问题，那就看一下。男的情况不太好，但门已经压变形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一条下。来，这里门开了，来，坚持下来，兄弟。来，咱上去压去。 坚持下啊，兄弟！让开我来！小莫，小莫，先把木头固定下。 坚持住，来，这条路小心，走，走，来，大家，来，这条路小心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给我，走，走。